我想要说，这是最近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。你们有水喝吗？有。大小姐，是吕双口吕吗？好，我这里。李先生 ，Love you， Love you， 好久没有见了，对不对？是张先生你好，啊，为什么我知道？因为他们自己都有写名字啊。你那张牌转过去，张肯尼对，张先你好，我其实今天呢。我看一下后面的人在哪里啊？后面的手在哪里 ？OK， 我今天呢非常兴奋站在这里，因为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在我明年演唱会之前跟大家见面的最后一次，应该是对，就等于说。我今天唱完简单之后呢，我就要一直变啊，就是要闭关到明年的演唱会，所以舍不得，所以我会那个尽量唱多一点歌，好不好？不是，应该是有人在。要弄东西了吗？没吗？不是吗？我接下来要，我应该是说，我很开心在这个这么大的舞台，然后唱歌给大家听。然后刚刚我唱的那首新歌，是我自己收的六个徒弟啦，就我的徒弟啦 ，boxing。他们是非常热爱音乐，跟你们一样，也是从最小最小的舞台慢慢唱上来。那我在今天呢，我一直在说想要跟他们合唱一首歌，但是因为你知道他们都唱母语了嘛，有母语的版本，那我想挑战一下母语的版本，试看看好不好 ？Bossing。可爱的 Bossy， 主唱葛西瓦，好乐迪，吉他阿六，小明吉他，鼓手小龙，洛克斯，一直想要叫凯文，洛克斯，挑战一下母语好不好？他们完全是用母语唱歌的。今天我们要唱什么？我们 Diamond Diamond Diamond， 念一次 Diamond Diamond， 我们你们也会嘛哈？那这个是可以跳了，你们想要站起来跳就可以哈。有了，你们已经站起来了，讲错不行哦，怎么这样？我就一直以为你们是坐着啊，我是站着，我已经站了，我给他来。我们来唱这首歌。
谢谢。